你有没有遇到过明明知道对方不在理儿，却经常被怼得哑口无言的时候？那你可能是陷入到了对方的强盗逻辑中。我总结了常见的几种强盗逻辑，学会它呢，就能避免进入对方的逻辑陷阱。一、稻草人谬误，只故意歪曲或者凭空创造别人的观点，使自己呢能,能够轻松攻击别人。比如，小明说国家应该投入更多的预算来发展教育行业，小红说，想不到你这么不爱国，居然想减少国防开支，让外国列强有机可乘。 二、举证责任，当你提出一个观点被质疑后呢？你认为举证的责任不在提出观点的人，而在质疑者。大家记住，谁主张谁举证。比如小红相信上帝是存在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，小红就犯了举证责任的问题。三、循环论证，只要努力呢就能成功，你没成功就是你努力不够。 还有大师，我许的愿怎么样才能灵验呢？大师，心诚则灵，怎么样才算心诚呢？愿望实现了就说明心诚了，典型的强盗逻辑。四，宿主虚伪，只不正面回应别人的批评，而是用批评别人呢作为你的回复。比如小明跟小红争论的时候，指出了小红的一个逻辑错误，小红呢不正面回答，反而回应，你之前不也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吗？五，宿主公众。 就是大家都怎么样，大家都结婚了，你怎么还不结？这杯酒大家都干了，你也干了吧？这个谬误在生活中太常见了。那你是不是也陷入过这种逻辑陷阱呢？你在生活中还遇到过哪些强盗逻辑？分享出来给大家避避坑。抖音。